天生丽质无不良，榨汁为领导。奇葩二次元之三月特别季，无聊所见。小仓不幸感染上的甲流，真的还在这么痛苦的状态下，还坚持在全网给大家找素材。天山新太郎。然后一会儿大家在跟我一起观看的同时，可以对其离谱程度进行打分，满分五分。大家觉得这个系列有意思的话，就可以提前跟小仓来个一键三连。好，话不说，让我们现在开瓶。哪尼？抓尼亚吗？哇，这是头上这戴的什么纸被子吗？哇，还能换头，这也太可爱了。当时在寒假去漫展的时候，就见到一些小孩子，他 cos 阿尼亚，然后陪他父母一起来漫展，哇，真的，一家子都是二次元，这种氛围感大家能够理解吗？就很让苍老师向往。那不知道大家希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也是二次元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蠢东西，有了天书，要什么就有。他眉毛怎么消失的？比皇帝读书不比神仙。好像好熟悉啊。这个蛋嘛，给我。哦。这好像是个《天书奇谭》里面的角色，是吧？我靠，这真像啊！那个老太婆，哇，真的看得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这妆容真的有点东西的呀。咱们零零后以前的一辈人，他们真的是处于国漫的黄金时代。近年的国漫动画，苍老师没怎么了解，可以把你最喜欢的国漫打在公屏上，安利给苍老师和视频里小伙伴。喊啊！就算喊破喉咙，也不让有人来救你了。这是有了。水啊！甘雨。甘雨。我看了个什么玩意儿，这是土味尬剧，但是原神换皮版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从何开始吐槽了。他好像他这个视频里每一个角色都不符合自己的设定，全都 OC 呀。分不起乖乖，感觉没有把任小那种淡漠麻木神情表现出来，感觉表情不太对位，可以冷淡一点，不笑也可以，现在他没表情。我真的有点期待他 cos 的是到底什么样的。微笑成珠 cos 的台南呢，已经努力上了。这就是微笑成珠，有点吸睛，眼神光是不光灯，视频实在没法逼，我再坚持，实在不行就要开始收费了。因为啊，瑞吉尔是天使与沙戮，我记得是排名吧。然后男主是扎克，那个这个发型挺好看的。哇，那个太惨了！微笑唇，那确实是 cos 这种三无少女确实无法做到的，但也不是 OC 吧？我记得那个谁也是那个微笑唇，Angelababy， 还有那个生田优，他们吐槽的从来都不是一个 cos 的外貌。那首先，那刚才那个 cos 确实很喜欢 Rudy 啊，我真的不明白有的人为什么去攻击他，去抨击他。刚手，我对女人不感兴趣。等一下，后面那张是什么？是卡卡西的胸肌照吧？不会是麦克台，这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啊！好了，家人们，太帅了！这个小妹妹真的，从小就有一种很霸气的感觉，哇！有点羡慕那个被菜的小男生。这种鞋，进人巨人，冒蒸汽是啥？嗯，宝可梦里面一个角色，帕瓦喷血是吗？哎呦，什么玩意儿射了我一脸血？这鞋感觉真的挺有创意的哈，像我这种老二次元，我一定不会买。这也太社死了，太失败了，我天！天生丽质无不良，榨汁为领导。那楼兰干尸他能不能？他可能有所不知啊，这个大妈，这个大娘，她是什么都要蹭一蹭，各种热门 IP， 像什么王者、原神、间谍过家家，像她这种真的是就是故意恶心人的呀、啊！大妈，你能不能不要蹭到肚了呀，老铁？那她还老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，我也不知道谁给她的勇气。啊？怎么又是她？南非扣子啊！OK， 康老师上期刚看完他 cos 的沙琪玛，他现在又 cos 了一个帕瓦。然后上期有小伙伴科普，他是好像在外网打了私人 OC 的标签。大家看我视频的老观众应该知道，我一直都没有不让他们去 cos 自己想 cos 的角色，我顶多是被他们 cos 的形象所惊艳，我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在外网底下。大家啊，看康老师视频也是在我的视频评论区啊，就自娱自乐，全情自萌。毕竟要知道二次元的现实还是要分开的，咱们上网本来就从来就图一乐。觉得康老师说没毛病，给我点个赞，然后我们接着看。我以后再也不占别人便宜了，不要。
什么？你不占别人便宜，你占谁便宜啊？占自己的便宜。快点！快点什么？快点冲吗？我真的，我苍城宁愿对自己女装照，我也不会对着你的女装。我在干嘛？我突然手有点不由自主的抽血啊！大家谅解一下。众所周知，于洋大叔他坏事做尽，各种占我们二次元老婆。今天看他态度诚恳，看来是改邪归正了。那咱们姑且相信他一次。啊？这是干啥呢？旅行者，怎么就跟胡桃睡起来了？我趴着睡。老婆，你怎么趴着睡？他以为这是他背吗？表情绷住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你给我滚！同样是国产剧情，一个尬一个搞笑。那就喜欢这个腿尬就擦边球的扣一，喜欢这个的扣二。这个片段，等一下，这个片好熟悉啊，好像是借鉴《灵之使魔》柴狗和那个路易斯的那个片段。OK， 今天素材就看到这里，我操，是嗓子有点不太舒服。要谢谢大家也能陪苍老师一起看到这里啊，真的点个三连再走呗，真的拜托，真的苍老师太重要了，求求啦，超人真的祝你好久都没有上过首页了。OK， 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苍老师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好吧？记得千万要来哦，拜拜。